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七月十六号下午四点十三分，欢迎翻返嚟星岛中文电台，呢度系健康大数据，我系 Rainy。喺电话嗰头有听众朋友好熟悉嘅赵博士，系赵博士你好 ，Rainy 你好啊。啊，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一讲吓，嗱，前排大家都系啱啱放完呢、这个。國慶的假期啦，有個 long weekend 啦嚇，咁啊放假對於我哋啲上班族嚟講，當然係一個啊好值得慶賀，同埋又可以減壓嘅一個方式方法啊！大家都巴不得咧就多放啲假，放下啲長假。咁尤其是咧嗱，呢講到長假咧，教書先生嚇、老師嗱，呢啲就係佢哋特有嘅福利啦。誒點解咧？每年有個寒暑假啦，有個 spring break 啦，啊，然後有感恩節假期啦，嚇、啊。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一個啊得天獨厚嘅工作條件嚇。佢、哋有長假就多過我哋嘅。咁、但係咧嗱，有一項數據就顯示啦，話若果係人適當咁啊，俾自己放下假啊，出去接近一下、親近一下大自然咧，係有減壓作用嘅。之但係咧，若然一個人放咗個好長嘅假期，嚇、休長假期，而佢又冇乜嘢計劃性，啊，咁竟然咧係會令到人個健康甚至係心情、心理上邊受到損害嘅、哦。是不是赵博士？没错，今天想讲的数据呢，就是由我们放假究竟放几耐才好呢？原来有研究，因为我们讲健康大数据，就有讲话原来是八日的。耐过这样呢， 就不是说一定不好，但是好看你做些什么东西。哇，是的。咁啲老師同埋教書先生，即係年年都超過八日個佢哋啲假期，係啊，下半個月啊、兩個月、三個月咁都得嘅喎。冇錯啦，所以你如果喺裏邊再分類咧，有啲人就喺嗰個假期裏邊就係會去做下其他嘢，因為如果咩都唔做咧，啊，佢又冇薪水嘅喎嗰段時間，咁所以咧嗰啲薪水咧就喺嗰度唔包括，或者調翻轉又可以同自己講話有嘅。不過唔包嗰嗰幾個月嘅啫，咁你可以話啊翻曬，你即係你同自己傾呢啲問題咧，就係、是、開始你會留意到分類到個研究啦。點解個研究就話啊有假期係對一個人嗰個康復啦好重要啦，對佢嗰、那個減壓好重要啦。但係如果佢開始喺嗰個假期裏邊開始緊張咧，咁就唔係減壓噶啦。如果喺裏邊冇做到啲嘢係令到自己康復嘅，亂咁食嘢啊，或者喺嗰個假期裏邊咧，即係唔瞓覺啊，啊去做啲好激烈嘅情況裏邊咧，咁又係問題。咁仲有一樣嘢，一個研究 show 到咧，就係、是、當你俾人哋放大假嗰、那個感受，哇！即係無端白事翻緊嗰份工咧，俾人放你大假。放幾耐咧？唔知啊，直接到你揾到第二份工啦。跟住咁樣咧，你會睇到嗰啲人嘅身體健康好有影響嘅。仲有啦，就係喺嗰段時間咧，可能佢食嗰啲嘢咧，就比平時食嘅揀飲同埋揀食咧，都係受佢大影響。咁仲有喎、如果人生裏邊咧，幾時放一個好長好長嘅假期咧？嗰、那個長假期就長到不得了啦，因為嗰個假期叫做退休。哇！原來退休咧係可以，如果冇一早安排好嘅咧，可以係令到自己冇咗嗰個意義。本來翻開工咁啊，你做乜嘢啊？咁啊講啊，哦，我本來係做乜乜乜嘅，咁而家咧就係冇再做嘢啦啊！
咁所以好多退休嘅人士咧，佢哋會發覺佢哋冇咗佢叫 sense of purpose， 冇咗個方向感啊。甚至咧嗱，通常啲人退休就話嗱，如果我退休咧，我就會整好間屋，邊一邊度未整啊，或者邊度未做啊，做埋佢啊。咁但係最難咧，就係去到做，首先做嗰啲嘢咧，以前都唔覺得好重要去做噶啦，真係花時間去做佢咧，淨係做嗰啲嘢咧，又辛苦啲嘅喎。不是那么易，而这一句呢英文就叫 disenchantment， 即是无端默示发觉，即是去等到那段时间、去退休的时候去探朋友，朋友有很多又探的时候未必见到那么好的东西，因为某个岁数变了，那些东西开始影响他了。去完这个 phase 1之后 phase 2就说原来退休都相当难的，退休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一个好像放假这样的心态，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要放假你会做些什么呢，而这个想法吃些什么呢、怎么平衡自己呢、每天他的心情还有没有学东西、还有没有想东西、因为可以是要靠练习回来呢，这个呢就是那些研究就操到这件事。因为你说去读书，读书你都是想着，通常都是想着啊，因为想有人请你啊，有份工啊。但是原来个数据就说，当你没有方向感的时候，没有去想好这件事，那呢就原来有负面对个身体的影响的，很负面，因为你整个人生没有方向感啊。那所以我今次跟大家讲这个 vacation time 放假期呢，其实每次你放真假期都应该要想一下跟健康有关。因为啊刚才说八日那就挺好啦，怎么知道原来有些人呢八日里面呢是他是那个运动有部分没了的。怎样呢，就坐长途机，原来有负面的，不是所有八日的假期放一放都是好的。长途机已经是有影响了，刚刚就是调转了一些时间，八日其实由我们这里回香港去、行一行，八日是不够的。所以那个数据有些问题的，因为那个数据是没有包括 airtime travel 啊，没有包括在假期里面买一整餐。你知不知道放假呢那个情况呢，很多时候就会有在个研究 show 到，就是说原来有呢多了机会浸亲撞车扭亲还有晒亲。这几样东西都是原来在放假期里面会发生的。如果是长途的假期呢，即是说回香港那类呢，就很多人呢就会睡觉睡得不好。但是呢也都有研究 show 到，就是有些人去了某些家乡的地方，他们那个精神会不同了，会有好了的回来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心脏和肺脏、都是好一点的。如果那些假期是包括有些家人、有些亲人在里面呢，这个很重要咯。所以呢、他们做的研究就做到 optimal， 如果单自己就八日，但原来如果有家人有亲人、可以长途的时候可以三至四个礼拜都有帮助的。但就所有都说哇，如果走了去半年啦，半年呢 就不是那么好了，因为开始、有大的影响了。好，唔该晒博士，麻烦你稍事休息一阵啦，我哋去一去广告，转头翻嚟今日第二节嘅健康大数据，稍后之后见。大花旗深出国怕被没收，唔使担心，太子牌特别推出全额退款保证，凡随行李携带太子牌花旗深入亚洲地区，万一被海关没收，太子牌会退款俾你。详情请浏览 popus.com。你要处理旧车？或者捐赠汽车，一起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请联络三藩市总医院 APA 亚瑞嘉援服务处，电话415-616-9797。碧桂园功夫茶楼夏日特惠，逢周一至五茶市推出红烧乳鸽加任选五款点心，只售48元。北京片平鸭加任选五款点心，都只售68元。碧桂园喺604 MacArthur Boulevard San Leandro， 电话510-562-2828。因为只限堂食，每台限一套。香港旅游发展局同民警假期合作，举办一场大型盛事——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首团喺10月21日出发，将我哋美国嘅朋友带到中国香港广东大湾区，品尝美食盛宴，包你食到嘴舐舐，仲入住五星大酒店添。一年11日美食团，团费只需要1688元，包食包住包门票，仲等咩啊？快啲嚟民警假期报名啦！电话415-876-7888，876-7888，876-7888。阿 Joyce， 喂，你睇落咁攰咁啊！哎呀，铺床褥咯，硬系唔啱 key， 瞓到我腰酸背痛，我真系受罪啊！去 K&M 力格床垫专卖店拣翻都啱噶啦，佢哋有各种嘅尺寸，唔同软硬度选择，梗系试到啱先买。佢哋嘅椰棕硬床垫同其他牌子啊喺硬度上系有明显嘅区别噶。咁我即刻要去力格床褥试试先。K&M 力格床褥专卖喺三藩市362号 Bayshore Boulevard， 电话415-550-7890，415-550-7890啊！大家早前嚟接风传讯开线，四条线100元，每人只要25元，月费包税，无杂费，月费每月固定不变，保证最平 ，CP 值最高。计划可以喺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享受无限高速 5G 上网、无限通话同短信。欢迎你保留电话号码，我哋会免费帮你转接，再免费送你3星5G 手机。如果喜欢升级苹果12，只需要加299元就可以啦。手机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啲打电话嚟833-789-5678，833-789-5678。在劣质资讯充斥网络的世代，我们坚持理性与客观，有你的热心赞助可保证我们的持续运作。欢迎你成为星电视会员，或者请我们饮杯茶 buymecoffee.com/singtelusa。 只要你成为会员，即可参与每月一次的会员线上聚会，可提出问题与梁总同其他时事评论员一起讨论。赞助180元即可成为会员，送你星岛中文电台新口针装饰及星岛限量版纪念 polo shirt 一件。赞助100元或以上，即可得到一份星岛特别订制的精致实用小礼品。一杯茶，一世情。buymecoffee.com/singtelusa。SCB 是属于大家的平台。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翻返嚟今日第二节的健康大数据，我哋继续将时间交俾廖博士。啊，真系谂起咧假期呢样嘢，谂谂下咧就讲到话，原来退休咧都有个。都是一種假期嚟嘅。點解我哋細細個一個好長嘅假期？係啦係啦。咁但係細細個讀書啊、揾工啊啊，我哋都係有人幫我哋安排好嘅。啊，讀啲咩課程就會等於做啲咩嘢啦。咁啊，直至到我哋第一次俾人炒魷魚嘅時候咧，就發覺放咗呢個大假，咁點算咧？其實唔好擔心呢樣嘢，其實有好多數據話就係當我哋經歷呢一樣嘢時候咧，我哋就會刺激到我哋嘅身體健康，刺激到我哋諗，哇！如果要長期啲俾佢放咗之後做咩好咧？其實我哋由初做緊小朋友時候都冇工作性噶啦，冇任何嘢，我哋亦都喺度揾緊我哋所有嘅嘢，只不過冇諗緊去到。最後那段時間退休是怎樣，多一點找一些事做一下，多一點找一些事是跟你工作無關的事做一下，原來對身體非常之健康，對你退休都很健康的，因為你要找這些這樣的叫做 sense of purpose， 不一定要是、跟工作有關的，怎樣呢？哇，原來去、幫個手很有用的。啊！喺邊度幫下手啊？醫院啊，啲教會啊，睇下啲動物啊，呢啲種下啲嘢啊，呢啲通通咧都係可以俾你一啲意思喺裏邊嘅。呢啲係啲同工作冇關嘅。咁啊，仲有啊，環境喎、啊。
原來呢，我們去長期假期、短期假期都要看一個環境。哇，那個環境呢，原來啊，很多人都去了那裡沒命回的，當然不去啦，是吧？應該是知道，哇，如果去那裡，原來呢，有機會遇到紅人的，那啊，可能去的地方去露營是沒有紅人的，是吧？都會這樣想一下。那所以你退休都要想一下，哇，那裡會不會我有一隻病，那裡沒人懂得醫的呢？或者那裡連啲懂醫病嗰啲人都唔去嘅，你唔好去嗰度咯，因為嗰啲又麻煩啲啊。所以揀啱個環境咧都好重要嘅，你千祈唔好做條淡水魚抌落個鹹水海裏邊啊，因為適應能力就算幾高啊，個環境都唔係好啱。所以 surroundings 係其中一樣嘢，喺嗰個研究度就話，如果想嚇，vacation 少啲機會咧，整親自己，你要留意一下去邊度。如果你想退休時候少啲整親自己，要諗下我退休喺邊度啊？有啲咩人喺身邊？咁另外啦，就唔好太過悶喎，身邊擺翻啲人喺身邊咧，咩人咧？咁啊，梗係同你啱 key 嘅人啦，唔好擺啲啊同你唔啱嗰啲人。呢個好重要喎，揾翻啲啱嘅朋友。如果找不到啱嘅朋友，找個啱嘅狗或者貓都好，因為咁樣咧，你當你仲係要照顧另外一個咧，啊呢，這個對個身體非常之有用嘅。啊，仲有啊，食物啊，食物都好重要，就係千祈唔好無論開唔開心都唔好亂咁食嘢。例如啲乜嘢啊，啲嘢食落去咧好多鹽分嘅，但係食落去唔鹹嘅，咁你就好易咧。或者好好味嘅，但係又食落唔鹹，又顧唔到，咁呢樣嘢可以整到你血壓高咗。高血壓咧，最就忌咧唔係平時高血壓，係嗰間中超標嗰下，即係當你哇咩話，即係接電話有件咁嘅事，嗰下裏邊超標咧，好多時候就出事啦。咁所以咧，揀去食啲食物咧，少啲係嗰啲咧製食品啊。少啲製食品啦、製成品啦，就會即係叫英文叫 package food 啦，就會啊好啲機會啦。呢個亦都係講機會率嘅。啊，間屋咧打掃佢啊，千祈唔好有毛菌喺間屋度，因為有毛菌咧，無論佢假期短短嘅假期會影響健康，長期假期、退休假期又係會影響健康，所以間屋咧要係啊乾，唔好濕啊，唔好有毛菌喺度。咁仲有就係要成日 check 住個身體 ，check 啲乜嘢啊？頭先講血壓啦，啊膽固醇啦。但係除咗咁樣，呢啲就同心臟有關啦，好重要。除咗咁樣咧，啊都要 check 下，即係啊啲重要嘅地方，啲腸啊，其他嘢。一個人咧一路上年紀嘅咧。就要睇下對眼啦，眼嘅血壓啦，睇下個身體啦，呢啲嘢有 check 到嘅咧，就會好啲啦。好，唔該曬趙博士，時間加班啦，我哋稍事休息一陣，廣告之後再翻嚟一齊探討健康大數據。時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島中文電台。你現正收聽的是星島中文電台粵語台。加州的山火尚未結束，每年都有數十萬英畝土地被燒毀，山火對加州人來講仍然是危險和不可預測的威脅。因最近風暴而倒下的樹木、大風、近期的灌木生長和變暖的季節都構成山火威脅。制備山火應對計劃，定期查看你所在地區的 Red Flag 警告，準備好應急箱，制定逃生路線，在接到強制令之前撤離，在電話不可用的情況下用社交媒體和短信溝通，做好準備，保持安全，絕不要忘記全年都是山火季，盡早撤離，立即逃離危險，做好準備，盡早撤離並保持安全。加州消防員與你同在，更多資訊請瀏覽網站 firefightersonyourside.org。
点解人会衰老呢？因为新陈代谢减慢，三和南海洋纯 NMN 可以帮你促进新陈代谢，延缓衰老，改善皮肤、记忆力和睡眠质素。食咗一排，好多人会觉得头发和指甲生得快咗，呢啲就系 NMN 加速新陈代谢嘅证明啦。三和南海洋纯 NMN 各大森容药行有售，查询 MIT2003.com。石尼恩就永恒橱柜新章，橱柜石材全新 AI 多功能概念设计，完整整体规划，新章震撼优惠，全部特价橱柜折扣高达50%，系50% off 啊！永恒橱柜喺14680 Washington Avenue， 石尼恩座，电话510-9616-688。东湾天福园是绝佳的风水福地，背山面海，拥有山上远景坐向，汇聚山川灵气，眺望整个三藩市海湾，海洋辽阔，气势天成，四季阳光普照，百年风水福地，福泽子孙。全新天福园预购订价保值优惠，分期免息。屋伦华埠办公室828号 Harrison 街及九街 ，Danny Angel 办公室699 The Running Boulder 1447，或电华人服务部510-839-3388 510-839-3388。我从山中来，带着份衣草。你喺度唱乜嘢啊？我系讲而家唔使出国，唔使去到南加，都可以喺湾区度欣赏到万山遍野嘅薰衣草美景。又豪华旅游主办赏花观树、自然探索一天游，将于7月20号星期六出发去薰衣草庄园，参加北加州一年一度嘅薰衣草季。中午到达豪湾，自费品尝新鲜生蚝同美式料理。下昼到 Merwood 红杉森林。国家纪念公园徒步探索古老的红杉林，团费每位198包薰衣草农场和红杉森林国家公园门票，报名请电星岛日报650-808-8888。媒体赞助：星岛日报、星岛中文电台、华报访客中心。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好，翻翻嚟第三节的健康大数据，系有请赵博士。啊、我哋讲紧呢个假期，跟住又俾人放长假，跟住自己又要退休，放一个好长、好长、更长嘅假期。啊，究竟食物同埋头先讲话系去同一家人去啲地方度去探下朋友，又会原来可以延迟嗰个假期日子，唔好8日，原来可以30日都仲咁系咁好嘅。一路睇啲数据咧，你就会留意到。如果有 community， 即係一班人，而退要譬如退休嗰段時間，原來有一個正面影響嘅。更加大影響就係如果你同嗰班人咧，嗰啲節目咧係包括做健康嘅嘢，例如咧一齊唱歌啊，原來一齊唱歌啦，竟然可以咧令到身體健康啲。啊，長命百歲啲嘅，即係一大棚人一齊組團退休，嗯、然後再組團咧，就做好多康樂活動。係啦，關照對方。頭先咪話養狗養貓都有幫助。哇，原來咧一齊老咧，一齊關照對方咧，當然一齊係要有啊，對健康有嗰、那個有嗰個興趣啦。因為又冇咁喎，有班人跟住咧，有成扎咧係唔著重健康嘅，呢個去完就嗰個去嘅，呢個有身體問題就嗰個去嘅，咁你成日去醫院探病啊，咁嗰個就啱啱相反啦。一齊健康咧，一齊努力咧，一齊有正面嘅結果咧，啊呢個好重要，同。有啲人咧，佢哋係一齊讀書啊，一齊努力啊，一齊揾到份好工啊，一樣嘅道理係當你一齊去做，唔係同你無關嘅。有個 community 大家都有都會受損害嘅。如果是但一個做得唔好嘅時候，當你組織到一個咁嘅 community 咧，一咁樣個班一班人咧，原來好有用嘅喎。你失業咧，一班人咧去同你揾揾翻份工咧，又係好重要嘅。
所以就是这个 community 呢、是什么 community 呢？我们华人呢，当然是华人 community 啦。原来看回那个数据呢，有华人 community， 即为什么我们、我们过了来美国，现在你都是三藩市那里播出来的，我们可以讲英文的，可以什么的，但既然这数据就说，如果你能够可以跟你的、叫做 culture 那个文化有关的呢，那种刺激性一起去由那个角度想呢，竟然会影响退休的健康。哇，好 powerful， 你觉不觉得是很犀利呢这个数据？因为我们少想这样东西，我没想到就是、梦个个有梦想的啦，梦想就是大家可以同一棚倾得埋的人一起退休，然后哇各自各哇吃分，咁即系呢啲真系、人生一件大乐事啦，真系。系啊，即系好似你同朋友大家努力咗之后，努力然又有正面嘅结果，大家嗌餸都会嗌啲好啲嘅嘢，你唔会话啊食啲烂嘅。食啲烂嘅，哇烂嘅先攞嚟食噶，唔会咁噶嘛。你梗系食啲好嘅，一齐去开心，一齐去庆祝。同嗰个 retirement 老同埋 vacation 一样，就系、是、我哋唔会去拣啲危险嘅嘢啊，净系去得嗰一次，下次就冇得再去旅行啦。因为断手断脚，你唔会咁啊嘛。因为有 community 嘛，大家都会谂，哇我哋好开心啊，好多偈可以倾啊，同。一些 community 冇计倾嘅咧，就因为有好大部分唔开心啊嘛。啊，有啲 community 系51% 系中意咁嘅，连49%咧就系中意另外一样嘢，咁咪成日嗌交。所以你要揾一啲咧系同你嗰个目标系有关嘅，健康几好啊，因为健康咧啊就有同埋关心对方嘅健康啦。所以唱歌咧系其中一个咧就系 group singing， 有啲人听过叫 choir 啦，就系大家。冇計傾唔緊要，大家揀首歌，大家練，大家唱，唔係為咗表演，係為咗大家一齊去嚇 有啲人叫做嚇、就一齊去練習一下嘅啫。另外就係畫下畫去下啲唔同。有啲人中意揀去遊浮喎，遊浮嗱年年咧都去遊浮，不過一班人去啫，就唔係跟一啲集嘅團，係自己一班朋友咧，嗰、那個就係你嘅團。咁呢啲咧就睇到係一個好特別嘅關照，因為有咩事咧識噶嘛，識嘅你唔會唔打個電話話跌咗喺度，最慘啦，上咗年紀就跌喺度啦，一定會有人打電話去關照對方。呢啲咧就係我講緊嗰個 vacation planning 係 beyond planning， 即係超越咗你可以想象會發生嘅問題。但係凡係發生問題，因為有 community 咧，就一定有人關心。咁咧，哇！咁你成個人生過程就唔同曬噶啦。呢個就係個數據講話 community 好重要。咁 community 點解重要啊？喂，原來咧有一個關心你嘅 community 開心啲，你會覺得有原因去健康，因為哇，大家都唔想拖累成個 group 啊嘛，咁所以大家都會努力啲。咁所以會睇到個肺又好啲，唱歌影響個肺，個心臟又好啲，大家個身體又好啲，連個抵抗都好啲。咁所以 community 咧，呢個 community 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就係大家同聲同氣啊。等而咧嗱，我哋知道馬斯洛嘅呢個需要層次論啦。若果大家是有一棚志同道合的人箍在一起呢，那麼真的会觉得零舍有安全感的吗？没错。你和一个集体里面其他人的那种互动呢也都会很良性。所以有时候真的群埋啲志同道合的 friend 多聚一聚呢，这样东西一定可以令你又觉得有归属感啦，不会有孤独啦，又会觉得同時你會覺得好快樂啦，同埋揾翻一啲安全感啦。當你真正融入一個你自己好 enjoy 嘅組織之後，係嘛，趙博士？喺1998年咧有個數據係研究到就係當你寂寞咧，就會有好多奇奇怪怪嘢噶啦。
啊，乜嘢會令到寂寞而啊係賭錢咧會令到你寂寞嘅，因為你輸咗之後咧，個個都唔想黐住你。咁啊，咁但係咧，如果你寂寞咧，亦都會令你賭錢嘅話，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叫做啊。搞到有啲種 addiction 喺度，咁其他 addiction 咧就開始，佢嗰陣時1980年咧就開始留意啦。究竟會唔會有其他嘅情況，即係會有上癮機會嘅咧？當你一個人啊、悶啊、冇嘢做啊，咁又冇組織一個 community 咧，會唔會有啲咁嘅問題咧？你睇到有好多人退咗休之後咧，俾人呃曬啲錢啊？點解啊？因為佢一個人啦，冇 community 啦，起碼有 community 嘅時候，當有啲問題嘅時候，大家會分享。哇，嗰、那個而家有個問題喎，起碼有大家身邊有幾個人問下，問下就會有個答案噶啦。一個人嘅腦梗係冇100個人嘅腦好啦，就100個人嘅關心好啦。咁啊，所以 community 係喺退休同埋 vacation 咧，啊去邊去啲三唔識七嘅地方咧，你最好。就係第一，你千祈唔好喺 social media 講話嗱，我離開咗間屋企啦，因為可能你間屋企會俾賊入屋嘅，你唔可以擺喺出邊啊，登報紙話我唔喺屋企嘅。但係你有 community 時候咧，你就可以話俾大家聽，我行開咗一陣啊。如果我有啲咩事咧，或者你冇曬聲氣嘅時候，你就可以啊，你啲朋友會可以報警啦。即係你要有一個 community， 一個關心你嘅 community， 呢啲要用時間、用心機、要組織啊，同埋要留意嚇、啊，你想同啲咩人一齊，有啲咩類型嘅人會令到你啊更加好啊。咁呢啲就係交朋友，但係交朋友唔係求其交啊。而家聽今日個節目咧，就講俾你聽，就話你交朋友咧係真係要叫做。去留意一下你，當你瞓咗喺個醫院度，口又乾曬時候，啊，萬一身邊嗰個俾唔到杯水你飲嘅時候咧，啊，好似譬如我同 Rainy 咁，我都好肯定就係有邊一個有事，我哋都會喺嗰度啦。就係呢啲啦，就係我哋人生裏邊行開個路，去親邊啲地方，我哋要組織一個叫做 reliable 靠得住嘅 community。好重要。OK， 唔该晒，赵博士，我哋稍事休息一阵啊。广告之后翻嚟继续一齐健康大数据。世纪游轮暑假经典欧洲多瑙河豪华游轮13天，参观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5国，包机票5星游轮，中文导游，8月1号出发，每人仅3599起，游轮免费升舱，包上岸游览。经典欧洲多瑙河豪华游轮13天，速电世纪游轮湾区热线626666999，626666999。慢進牌抽油煙機後升，大吸力後升，超靜音後升，自用出租抽油煙機首選後升後升後升，後升電話628-282-0172，628-282-0172。大家早前嚟捷豐全信開戰，4条线100蚊，每人只要25蚊，月費包税，無雜費，月費每月固定不變，保證最平 ，CP 值最高。計劃可以喺美國、加拿大同墨西哥享受無限高速 5G 上網、無限通話同短信，歡迎你保留電話號碼，我哋會免費幫你轉線，再免費送你3星5G 手機。如果喜歡升級蘋果12，只需要加299蚊就可以啦。手機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快啲打電話嚟833-789-5678，833-789-5678。心脑血管素健康又长寿，心脑血管素通血管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及血管阻塞，提升心脏大脑血液循环，有效改善胸闷气短、头晕、走震、四肢麻木等症状，防止中风同心肌梗塞的发生。心脑血管素全天然，无副作用，早晚一粒，保障我哋中老年人健康又长寿。一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方便快捷，即刻拨打415-990-4468，990-4468。哇！32%-40% 嘅红利，yes 巨型32%-47% 嘅红利啊！立即将你嘅401k IRA 现金或者 CD 去开户，保本增值，每年嘅指数回报仲多加2.5倍添，500,000六年 double 变100万，8年 triple 变150万，请马上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嘅四大公司精英团队，888-746-6688，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请记住，32%-47% 嘅红利到8月26号截止。
权威资讯生活助手，星岛日报发行遍布湾区每个角落，销售网络更广，资讯更强大，总在你身边。你可以在湾区以下连锁店、零售点购买到星岛日报 ：7-Eleven、CVS、Lucky's、Safeway、Walgreens。详情查询及订报，请致电发行部650-808-8866。650-808-8866。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4:48翻返嚟今日第四节嘅健康大数据，系啦。咁上一节我哋讲到啊，当你融入一个志同道合嘅群体里面之后咧，哦，原来你每一日啊，同一啲你自己好夹得埋嘅人倾偈、食饭、旅行，原来咁样嘅话咧，对于我哋以后嘅退休生活啊，有莫大嘅帮助嘅。系，我哋继续有请赵博士。啊，已經又嚟咗第四節咯喎，咁，所以真係好快啊！我哋既然呢個退休假期長放，俾人長放，有啲乜嘢係會令到我哋啊好啲？頭先就講過啦，但係如果佢提早咧，提早點解會提早要退休啊？揀錯工作。就不是那個原理，你說原因是什麼呢？原來身體有了一種病，幾種的，會令你提早退休。一個就是糖尿，糖尿會令你神經線呢，就是總是沒有感覺在很多地方，那就變成你糖尿呢，又會影響過，最後都影響過神啊、皮膚啊、肌肉啊，很多東西，睡眠啊，都會被糖尿影響的。仲有乜嘢啊？心臟病啦，仲有乜嘢咧？就係啊啲肺嘅問題啦，仲有就係，哇，嗰啲肌肉，啲肌肉唔聽話，啲肌肉成日周身痛住，咁仲有咧嗰個 mental health 啊，如果有一個人有抑鬱咧，又係會被逼到你咧有呢個啊早退休嘅，咁啊咁仲有咩咧？仲有 cancer 又會啊，膀胱有問題又係會。dementia 好多人唔記得嘅，都會嘅。除非你好似拜登咁啊，咁啊做咗總統就未必會咁快俾你退休。但係通常一般人你就會俾佢咁，仲俾佢影響噶啦。啊，成日跌倒啊，啲骨個健康啊，啊斷手斷腳又係會啊，又會被逼提早要自己，一係就自己，一係就人哋啊身邊咧被逼你提早退休啦。所以既然退休是咁危險的嘢，亦都要有一個 community 先會令你健康嘅。咁而你健康係好重要，未退休之前咧，個健康唔好整壞佢，等到退休先處，先要啊照顧啊處理佢啊。咁啊，咁所以健康咧就唔係淨係大數據咁簡單，係要健康係要提早去明白呢啲數據啊，一有。有些跡象咧，喺某啲歲數裏邊咧，就唔該睇睇佢啦。睇一個係唔足夠嘅，因為一個就會有一個嘅意見。你啊睇多幾個咧，仲最好就唔同類型嘅，即係譬如我有，如果我有淋巴問題嘅，你睇一個淋巴嘅專科，順便睇埋一個淋巴嘅物理治療。順便睇埋個腳科，因為如果你淋巴喺只腳度有事嘅，你唔睇埋 podiatry 咧，可能你做得一樣嘢做唔到啦，另外一樣嘢順便照埋啲 X 光，睇下有冇風濕喺嗰啲腳趾啊、嗰啲 ankle 位啊，呢啲嘢咧係要好全面去做嘅，係咪成日做？唔係，但係去到某個歲數咧，就要 check 佢啦。咁咪變咗你可以睇到機會率噶嘛。啊，平時中意食好多甜品、糖分嘅嘢嘅，就睇下自己嗰啲糖分去到邊度，同埋去到邊度，同埋佢點影響你。啊，呢啲咧就係、是、未退休之前咧，應該要做好佢嘅。啊 ，check 好啲血壓啦，啲血壓係咪要靠食藥先得啊？
定话唔食药，嗰啲血压都可以健康咧？点令到佢健康，又系一种学问，又系一种好嘅目标。啊，呢啲咧就唔好等到退休时候，哇！嗰阵时先去，当你有晒时间，无限嘅时间摆落去咧，就啱啱就系、是，哇！原来嗰啲病忍咗咁耐，就迟咗啦。你就系应该要冇时间嗰段时间咧去处理佢。啊，做多少少嘅嘢，睇下棚牙添，因为咧棚牙嘅健康咧，可以影响个心脏嘅健康。呢啲就系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嘅眼，去记得睇下眼科，因为去到某个岁数咧，好易青光眼啊，白外障啊嗰啲啊 ，check 下嗰啲嘢 ，check 下啲血压喺眼度。呢啲 check 咗之后咧，咁唔系话叫你跟住就乱食喎。係起碼知道 OK 嗰啲嘢咧就好啲啦。呢啲就係我哋唔想搞到要提早退休，所以就要 check 咗個身體，知道嗰啲問題咧係啊冇嘅。你唔包括嗰度嘅，你冇呢種問題，人老咧就會一定有啲問題嘅。你要睇下你係屬於邊種嘅，咁樣嘅角度咧睇咧就會啊就會令到退休嗰段時間咧嗰、那個長假期咧會過得更加好。OK， 唔該曬趙博士。嗱、啊，咁其實咧，我覺得啊，牙呢家嘢咧，真係會影響到周身上下任何一個地方。因為你牙若果好嘅話咧，一副健康嘅牙齒咧，咁、你食嘢啊呢樣嘢嗰樣嘢，就即你食嘢係我哋攝取營養嘅最支柱嘅一個途徑。若果你嘅牙齒健康唔好嘅話，意味住你好难摄入一啲均衡嘅营养，尤其是上咗年纪少少嘅话咧，其实个钙质咧就牙齿主要都系靠钙质嚟到维持啊，咁同埋我哋嘅骨头，咁尤其是上咗年纪之后，对钙嘅吸收咧系越嚟越难啊，咁即系若果你见到啲长者佢哋嘅神色啊非常之好，气色好好，咁佢哋一定有一棚。健康的牙齒，食得啊嘛，冇錯，唔係換咗副假牙，睇落去好健康喎，係真正嗰啲牙係咪喺嗰度咧？咁呢個係仲有換副假牙都好辛苦嘅啫，幾多斧頭先換到副假牙翻？係啊，仲有啊，你條脷嗰、那個脷嘅健康咧，好多人講啲牙就唔講條脷咧，嗰、那個脷條脷咧個健康就係直接影響你個腸嘅健康，咁所以。一個人呢、平時在這裡吃東西呢、那個、你注意這些健康的東西少吃一些細成品呢那個人就會就起碼好好一點少感到 多一個問題啦、總之好像你這樣說就是食物呢你要吃到下去口裡你不要等到有假期才有長期曬自己曬得太多我不說被太陽影響的你要平時見一下啲陽光咧，平時吸收少少，咁啲維他命 D3 咧又會喺度。但係如果個肝唔喺度咧，個肝唔好咧，你接觸陽光有維他命 D3 都唔，佢都唔會轉型落去嘅。所以呢個係成個身體要包括啲內臟，要包括成個 lifestyle 個環境嘅 community 好多因素嘅。今日就可以講住咁多先啦，係嘛？系啦，我哋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辛苦晒你，赵博士，俾咁多健康嘅数据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打电话俾你啊。同样时间，拜拜。